你好，我们这儿不招保洁阿姨。我不是保洁，我是来找人的。媳妇儿，这是嫂子。哎呦，下班、啊、真没认出来。走了啊。哎，你那女同事真是的，管我叫阿姨，我有那么老吗？就这么点事儿至于吗？照一晚上了，最近老有人来应聘保洁，人小姑娘年轻没经验，认错了很正常。年轻？你怎么还向着外面小姑娘说话？你是不是也嫌我老了？扯哪儿去了？你还让帮人睡了？明天早上早起上班呢。你就是嫌我老了，你是不是早就看过我了？你说这女人是不是一上了岁数就爱无理取闹啊？怎么了？昨天我媳妇来公司啊，被新来那小王前台认成保洁阿姨了，人又不是故意的，我就跟她讲道理啊。好家伙，直接冲着我发火。你笑什么？你啊，就太爱较真了。你跟他发什么火？女人就图个偏爱，你站他那边就行了。站他那边？给他撑腰，和他一起发火就完事了。自己慢慢悟吧。怎么了？这还为昨天事生气呢？气死我了！刚在楼下买这几个破橘子，老板非要多加几个凑整，那这么多吃不了不都坏了呀？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咱又不差那俩钱儿。什么叫不差那几个钱儿呀？那我想买多少是我的事儿，哪有强买强卖的呀？你怎么胳膊肘还往外拐呀？女人就图个偏爱，你站他那边就行 了。你在哪家店买的？我这太气愤了！我找他，哎，我买都买了，为这么两个橘子不值当的，出来做生意也不容易。他不容易，我老婆还不容易呢。这什么人呢？昨晚上那小王也是啊。我老婆这颜值，我甩下多少条街，跟你说还管你叫我阿姨。这事儿我早就忘了。我可没忘。那看你护肤品用完了，给你买套现在很火的珀莱雅红宝石套装，我还做了功课，里头加的可都是抗老界有名的成分，胜肽还加了六重，还有一重胶原蛋白，主打一个淡纹紧致，让你这小脸胶原满满。好多女明星都在用，到时候啊咱皮肤水水嫩嫩的，让她嫉妒去。你什么时候买的？这精华水一样的肤感真不错哎，刚好现在都秋天了，就该开始好好保湿抗老了，不然可要长干纹细纹了。我还在愁呢。这乳也挺滋润的，还不黏腻，你真会选哎。老婆，你就坚持用，到时候嫩的跟18岁似的。下次去公司，你喊她叫阿姨，真是给我气得昨晚上没睡好觉。那家伙，我看他今天我就来气我今天。哎，那都是同事，你也别跟人家闹台僷了。来来来，吃个橘子消消气。谁让他惹我媳妇儿不高兴啊？这，对。